新民先生新村跟著朋友做回来关心的是嘉义市一百零九年模范母亲暨祖兴妈妈的表扬大会，一号是伫咧东区体育馆隆重登场。市长吴明辉、议长郑宏安、阁有议员含各级机关代表亲自到现场来献上祝福。市长吴明辉是一一来表扬着十七位的模范母亲、六位的祖兴妈妈。除了祝福所有的母亲幸福快乐，嘛呼吁做人事事，不管搁再无闲，拢唔通袂记即爱珍惜含父母亲团圆的时光。嘉义市政府一号表扬一百零九年度模范母亲祖兴妈妈，十七位模范母亲，阁有六位祖兴妈妈，伫咧今日逝世含亲戚朋友的陪同之下，一一上台来接受着市长吴明辉的表扬。现场阁来邀请着年纪上届大的系将人，民国二十三年出世的贵孙如女士上台含今日来拥抱。市长吴明辉阁送上一挂莴苣，予贵孙如妈妈，用尽爱与妈妈窝在一起，场面温馨感人。每一个妈妈都是用她的生命来写她的故事，我们看到每一位妈妈都有她的非常精彩的人生的苦难跟历练，尤其我们在六位慈心妈妈呢，我们看到她所面对的又是更大的挑战，真的令人佩服。所以市政府不但 来表扬，我们也制作了芬芳录，让所有妈妈的故事还有她的家族的照片自己保留下来，我觉得这是值得让我们喝彩的时刻。所以我们要感谢所有的模范母亲，更感谢天下的妈妈，有母亲您在照顾守护这个家，勇敢地守护这个家，让这个家更好更美。而为人子女就是因为有你才会这么幸福，我们再一次的感谢。那更感谢在议会议长以及各位议员大家的用心支持之下，让我们整个典礼变得更顺畅，也谢谢王美惠王委员。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爱的光辉无远佛界，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是用爱来传承。我们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或者天天都开心。今年度十七位模范母亲当中，有个人自细汉就需要照顾小弟小妹，分担家庭重担，或者是爱长期来奉侍四大人。有个人就是翁婿过身了后，勇敢面对生活挑战。每一位的种人伫咧人生路程拢相当的困难，但是因坚强勇敢来面对，有缘真心扮演着太太、妈妈，阁有囝儿的角色，且用子女友善。另外六位祖兴妈妈，因为对着囡仔无限的爱和盼望，真心来付出心力陪伴囡仔做伙度过生命当中的艰难困境。每一位妈妈拢是今日时势永远的后盾，努力守护支持家庭。有真侪人近来热心参与着公众事务，将自身的经验转化成为大爱，关怀社区和社会大众。这款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是大家的典范。最新新闻就顶顺王小山甲一起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